我们来做小孔雀灶，加入鲜奶，载入电打头，排出空气，过滤碱水，上机身电打，分灶液出来调颜色。我决定准备四个颜色，深蓝和浅蓝，白色和粉橘红色。准备灶模，开始陆续随意倒入灶液。全部倒完后整理一下，镜头拉近，用筷子画出直线。用筷子画出 S。完成放置一天后切灶。将脱模的肥皂拿出来，用刀子将孔雀皂切出适当大小。就完成了美丽的小孔雀皂咯。